哎呀，我小个帽，今天家里种田了，要插秧了呀。早上我们的买菜去了，这个秧全部被他们拔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给他们带过去，用摩托车带啊。用摩托车带轻松一点了，因为好远的。 今天大家都忙了一天呀，现在要吃饭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